陆晨曦，科里抽出紧张的时间开会，不是来吵架的。我希望就事论事，解决具体问题。这份病历上有侮辱病人的字句，还有你的签字，你怎么解释？这就是我的诊断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陆晨曦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你继续毫无悔意的话，你是要承担后果的。 顾院长，您来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庄树，庄教授。从今天起，庄教授加入我科，接替陆晨曦。 承担医病区主管的职务，并担任教学主任。陆大夫，久仰，庄教授。恭喜您啊，主任，找到一个临床水平高又不捅娄子的高人，他应该不会挡着您卖药推销器材，还会帮着你把无利可图的重症病人推回县医院。 撑门面堵人嘴，陆晨曦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了吗，傅老师？突然把我请到这里，参加这个会，两个患者的病例我也没看过，事情的原委也不了解。 如果胸外科对陆晨曦的职务进行调整，可以暂行。但作为院长，我保留意见。不用了，傅老师。杨主任其实就是想要。今天一直在忙，还没机会还给你。 不用还给我了，直接给主任吧。杨主任并没有要赶你走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还有，那个孩子的玩具已经拼好了，没有损坏。陆大夫，你刚才说的支持杨主任收回扣，推销仪器和进口药，为了怕欠费、怕麻烦，推走本该手术的患者。 这个人是我吗？我并不是空穴来风。这个人不是你，也会是别人。庄大夫，我早上接诊了一个患者，肺脓肿合并脓胸，支气管胸膜漏，并发大咖血。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病历。我做出的诊断暂时止血，情况稳定是手术，对不对？还是应该像主任那样。 怕病人欠费，怕手术不成功惹麻烦，让病人坐几个小时的长途车返回县医院手术。这个病例我已经看过了，暂时止血。患者情况稳定是手术，这在临床判断是对的。那么应不应该手术？所以，当患者情况稳定时，我已经为他做了根治手术。20分钟前，手术结束，过程顺利，目前患者情况良好。 你把手术做了，杨主任，对病人做出诊断、进行必要的治疗是一个医生的基本权利吧？我在胸外科是被剥夺这个权利了吗？还是只有您请回来的专家才有这个特权啊？我从来没有双重标准，我尊重医生的权利，但是医生也要尊重患者及其家属的个人意愿。家属的意愿是回县医院手术。 怎么你请回来的专家就能立刻手术呢？陆大夫，我为病人进行的手术，是在患者家属了解了所有风险，同意签字之后，严格依照程序来进行的。那么我想请问庄大夫和杨主任，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，让患者家属签了同意书，并代我手术？患者家属为什么犹豫，不肯签同意书？你知道吗？
怕花钱手术了依然有意外，杨主任利用了患者的这种心理误导他们，加重了他们的犹豫。杨主任是怎么跟病人讲的？你听到了吗？我当时不在场。那么，请不要把推测当作事实，更不应该以此来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。患者家属迟迟不肯签字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，是怕在这儿手术没法报销。 这个老人如果不马上手术，在转院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这个时候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可即使给出了最好的治疗方法，病人用不起也没有意义。你说呢？2个月前，修改实施的新保险政策明确指出，严重威胁生命的突发急症，就近抢救后，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，选择水平适合的医疗机构继续治疗。 换言之，这个病人在我院手术是可以报销的。这个条例是2个月前才通过的，而且各地不同，想必医务处还在研究细则，还没有安排各科学习。大发姐病人的情况，庄大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下面。 我们来说另一起纠纷。患食管癌的赵北刚老先生术后不适，家属一定要请外院的专家前来会诊，确定手术没有问题。我并没有违背任何常规，请外院专家会诊没问题。我想问一问，所有病人术后不适都可以质疑我们吗？都要请外院专家会诊吗？现在病人的家属最不满意的是其他患者使用了吻合器。 他们的父亲没有使用，而术后的不适又没有出现在其他患者的身上，所以他们认为你的手术方式是落后的。杨主任，您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，认为一个79岁的老人做过2次大手术，有各种基础病，术后恢复可以跟临床30岁的小伙子比吗？老人术后恢复比别人慢，这都是我手术的问题吗？ 既然你知道他是被高龄的患者，就应该把所有的未知可能性全部跟患者说清楚，杜绝患者的误会。可是你连吻合器的选择都没能提供给他们。我手工吻合的水准，您不知道吗？300余例跟踪半年到一年的统计结果，您不清楚吗？我给病人的选择是最快又最便宜的方式，这有错吗？错就错在你没给他们选择。 这是他们认为你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偏颇的选择了手术的方式，造成了现在的术后不适。你是说我因为个人利益没给他们用吻合器？这是病人家属的观点，不是我说的。这病人家属的观点怎么跟你那么像啊？陆晨曦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今天做这么多事儿，不就是想说一句话吗？让我走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走。 对不起，傅老师，我是一个拿手术刀的，我没有杨主任和庄大夫那么好的口才，你们也不用挖空心思找理由赶我走，我自己走。陆晨曦，你给我站住！您都看到了，今天的事儿我有什么错啊？好。 不了解保险条例算一个，对病人态度不好我也认了。但是杨帆的那些医疗器械，我现在不会用，以后也不会用。有问题有意见可以当面提，也可以向领导汇报。一批评你，你就甩脸子摔胸牌，做给谁看呢？仁和医院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把它给我拿起来。 我在仁和医院出生，从见习开始到现在快11年了。在座的很多老师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也不想走。
但是现在的人和兄外已经不是您当主任的那个时候了，不光是我，很多同事都越干越伤心。就算我现在不走，也干不了太久了，您就别拦着我了。 知道你们私底下都很烦我，叫我变态。现在变态老师滚蛋了，你们以后就轻松了，不会有人再吹毛求疵骂你们了。陆老师，我们是怕你，不是烦你。而且我们平时都知道，你批评我们骂我们，都是有理由的。陆老师，我还一直盼着毕业以后能考上您的研究生呢。陆老师，我妈都知道。 自从我见习开始，张嘴闭嘴老提您，您看我的头发都是照您剪的。我发型有那么难看吗？谢谢你们，好好干。 当初破格提拔陆晨曦，是因为情况特殊。副院长查出重病需要手术，几位老主任医师又刚退休，暂时没有临床和管理上都合适的人选。陆大夫临床水平出色，我和副院长都认为，随着年资的增长，他能够提高思想认识和管理水准。唉，可惜啊，揠苗助长。 陆大夫非但没能适应管理的位置，加强全局观，反而自我膨胀，现在连一个普通外科大夫的职责都没能尽到。关于陆晨曦的问题，还需要科里面领导和院务会再讨论。他在本院实习轮转至今11年，多次的抢救和手术中，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和高超的技术，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。 让这样一位优秀的手术大夫离开手术台、离开仁和，我们都有责任。今天借这个会，也欢迎一下庄教授的加入。庄教授的学术成就不需多说，在处理实际问题上，想必大家也看到了。我个人。 是非常佩服的。让我们欢迎庄教授成为我科议员。
尽快抢救，尽快抢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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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两站地外的新区医院就可以封，不会等这么久。我们这儿的重伤员已经到了，等一晚就。内分泌吗？老王，你们抢救室得空出来，有个病人酸中毒，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，你转你们那儿去，我这儿已经没有空位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酸中毒转内分泌。我核对过血库，库存不足，你立刻电开血站，要求加急特批。四个胸部创伤，一个胸部联合，我这大拉胡手术室，我马上安排手术室让准备手术间。好，好。怎么回事？在市区里撞这么厉害？正是高峰，本来车速不快，你缺不装修材料，中间加了适应车了，还有过马路的行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杨帆，通知胸外全体待命，今天至少有5台胸外手术。老王不在，轮休啊。打电话叫他回来。 陆晨曦带人到急诊去。以往的大事故，可都是宜宾区为主，陆晨曦主持抢救的。喂，杨帆，陆晨曦下来没有？啊。 钟主任，我们从美国聘请了一位胸外专家，今天刚到，我想请他带他过去。今天刚到的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人头还分不清楚上辈动过手戏，你推给我主持抢救吗？啊，怎么想？哎。 我这儿有两个开放胸外伤，两个胸腹联合伤，外面还有两个埋在建材底下呢。我得立刻去现场配合消防队救人。老钟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给我说什么教授专家。你们胸外大夫这两年挑手术写论文都挺在行的，可急诊抢救只有陆晨曦还上心。这个时候我指认他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你把他给我发过来。 麻醉科主任和手术室护士长召回所有轮休人员，请各科主任立刻组织本科在岗医护，准备投入急救和手术。这么赶时候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放到胸外一半，扔墙角就行，谢谢啊。哎。 要去检肾上腺素还是CPR？你问我，陆大夫，陆大夫，陆大夫，宜宾区的副主任都跟我去急诊。 副院长在这儿准备手术，杨帆，你已经有2年没在一线配合急诊抢救了。副院长，您是觉得我没有能力组织创伤抢救吗？在急诊抢救上，胸外急诊的操作速度和成功率，你我都比不上陆晨曦。胸外科不是只有陆晨曦，抢救面前人命关天，一切都要往后推。 陆大夫应该还没有离开医院，是不是可以在广播中请陆大夫先去急诊主持抢救？
患者是因为张力性气胸肺压缩，两侧气压不平衡，造成纵隔移位。这种时候，首先要保证两侧气压平衡，恢复纵隔位置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胸外科陆晨曦大夫，马上到急诊科参与抢救。陆晨曦，傅老师，我现在在急诊呢。急诊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抢救室四个伤员需要立刻手术，一个肋骨骨折，张力性气胸，肺裂伤，一个胸腹联合伤，污染性伤口，一个心包停塞，一个气管裂伤。我马上准备手术。抓紧时间。好，开始吧。好的。再开一条静脉通路。好。陆晨曦呢？陆大夫在外面交代会诊伤员呢。让开，让开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快点。左肺叶裂伤严重，需要手术修补。第一波最急的病人安排完就安排他。好，好。陆晨曦，快来看这两个伤员来了，交给你了。好，这边情况怎么样？血压很低，病人没意识了。来了。哟，怎么是他呀？他有开放伤，我没法给他按压。肾上腺素一毫克静推。好的，拿刀来，开口做心内按压。胸内按压，万一感染呢？你有其他选择吗？肾上腺素一毫克静推。陆大夫，刀来了，给我。护士，给院长擦汗。好。好，谢谢。院长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昨晚上没睡好。来，继续。怎么样？这个也就罢了，玻璃进深至少3厘米，恐怕会伤及心包和肺叶。插进去的玻璃清理起来有点麻烦，但我应该可以。你再看另外一个伤员，那个，他实在是伤得太巧了，从来没见过。心包和肺叶裂伤好办，但是玻璃恐怕造成大血管损伤，又卡在两根肋骨中间，被两根肋骨固定住，才没有致命大出血。不就是取玻璃吗？取完了快速止血，你可以的呀。我可以，但更糟糕的是，您看这儿，是肿瘤吗？嗯，临近玻璃插入位置1厘米，不排除是恶性肿瘤。肿瘤离血管很近，不管是术中出血，或者是术中肿瘤播散，都是大麻烦。如果杨帆或者傅老师跟我配合，一个切除肿瘤，一个处理伤口，应该可以。但是他们都在手术上呢。至少得3-4个小时。先切除肿瘤。郑主任，我是胸外科庄树。啊。我建议先不要动玻璃，进胸后压迫止血，先处理肿瘤。肿瘤局部切除后，送冰冻病理。如果是恶性的话，切断血管，行肺也切除术。但是肿瘤切除过程中很难做到不完全影响玻璃插入，一旦移动了它的位置，突然破裂出血，
会造成更大的损伤。说的对，这个手术交给我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他怎么会认识我？戴着胸牌呢。眼神真好。美国回来的专家，名声要不是吹出来的，这台手术还真的就得交给他。朱主任，来一下。啊，来了。你工作十一年了，从毕业留院做住院医直博到今年刚好十一年。这十一年里，你就真的只把病人当病人了？那个保险政策的事情我没了解清楚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陈慧英的手术。你刚刚跟他发生那么大纠纷，写下他是精神病的医嘱，万一这台手术出现问题，你会陷入很多麻烦。你就没有想过要回避吗？能回避？我的手术你能做，你那台我是真做不了。如果我现在回避，科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做。等傅老师跟杨帆下了台以后，他出血感染的几率就太大了。你这些话我能理解，但如果术中真的出现意外，你再用这些话来辩解，可就说不清楚了。说得清楚，说不清楚，等真的出了意外再考虑吧。忙完了吗？就歇着。刚送走最后一个病人，我这才坐下喝第一口水，那淤血的白大褂还在那挂着呢。行，算我冤枉你了。我也歇会儿。主任，我听说最难的那台手术让新来的庄叔给做了。是够难的，玻璃加铁条还有肿瘤，陆晨曦看见都吐了。啊？哦，是吗？哎呦，还有他不敢做呢，真没见陆晨曦往后退过。对呀，他的往后退，这个庄树居然敢往前冲，胆子是够大的，艺高人胆大。那你呢？啥时候也练练？我不用练，我已经很高了。你让我做，我也敢做，做不做的完就另说了。你这么高，怎么还是个主治啊？你看你又来了。我是说真的，明年科里啊有两个副高名额，我跟副院长说好了，在急诊临床急救水平是第一评审标准，你只要有陆晨曦在临床上的一半水平，我绝对不拿论文书卡你啊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哪能跟人家陆晨曦比啊？别说整体水平，就他人在胸外急救抢救水平都比我高。你说这话也真好意思，不嫌丢人呐？这有什么丢人的？我跟陆晨曦，我们班47个人，现在干临床的不超过27个，我至少还坚持在第一线呢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像他那样恨不得睡在手术室，我要享受生活。你有什么生活？连个正经女朋友都没有呢，成天就知道喝。哎呀，主任，我就喝那一回，您这都念叨一天了，这是。哎，职称的事到底应不应啊？给个痛快话。主任啊，你看啊，这长在手术室的陆晨曦，现在还是个主治。那只会抄文章、溜须拍马的刘长河呢，已经是副高了。您说，这职称还有意思吗？啊？这哪有当主任求这个小主治升职之称的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你对我好啊，
不过我现在挺满足的，过两年再说吧。哎呀，我的水平呢，不比别人高，也绝对不会比别人低，您就放我个中不溜吧。再说了，这世界上大多数是像我这样中不溜的人，您说是吧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先歇，我干活去了啊。剪刀，这是钱。血暂时止住了，张慕寒，继续压迫止血。我现在要进行肿瘤切除术，在手术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大出血，你现在帮我稳定住玻璃，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。直到我处理完肿瘤，再处理肺动脉。听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。护士，擦汗。手放松，你越是用力抖得越厉害，稳住。再坚持一会儿。稳住。稳住！钳子，送冰的命令。好。干得不错，你叫什么？啊，我叫楚俊。加快补液速度，赶紧输血，现在六个单位。钳子，钳子，没关系，你做得很好。看着我，楚军，抬起头来。张大夫，我已经夹住了肋间动脉，阻断了肺动脉，不会有大的出血了。嗯。张大夫，冰冻病理出来了，良性。5个0的破零线。镊子。3分钟之内，我会完成血管修补。麻醉师，请记下时间。好的。还有1分钟。
还有30秒。好了，血流恢复。接下来，我们处理心包损伤。园林四号线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今天做的不错，坚持的够久了。我到最后，别闹，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手抖。姐姐，回去买2个5到10磅的哑铃，每天练习力量。记住，对于外科医生，力量是控制动作的保证。嗯，记住了。好，下面我们进行肺叶切除术。叶子。陆老师，刚才的修补真是太完美了。这个病人痊愈以后，得好好谢谢你啊。我以后不是你的老师了，连同事也不是。他才是你的老师，他现在做的这台，我可做不到。要是他真的能完成，你削尖了脑袋也得跟他学。我是没这个机会了，陆老师，你真走啊？胸牌也摔了，话也说了，还跟杨帆吵成那个样子，想不走都不可能了。谁？副院长，您没事吧？副院长，您刚才是在吃药吗？
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大夫，大夫，手术成功吧？啊，手术很顺利，放心吧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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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没走啊？你那台顺利吗？挺好的，很顺利。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？你说。您那边录像了吧？现在能给我看看吗？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。